马拉松过程当中工作人员都非常的 nice， 每到一个点有志愿者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热情的鼓励我，这让我很感动。完成比赛的瞬间，我的先生在13公里的那个地方等我，然后就感觉还是蛮开心的，就感觉带着跟宝宝一起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，然后也希望宝宝以后也是一个爱运动的人。